至少劝我别流泪，但我把谈情的气力转赠谁？跟你电话之中讲再会，再会谁？暴雨天，我至少想讲挂念你，然后你最多会笑着回避，避到底，明明不更竭多力疲，就当我还未放松自己。我想可你可不可以暂时别要睡，陪着我，像最初相识我当时未怕累。但如果说下去，或者傻得我彼此怎能爱下去？